在公元前214年，秦就征服了百越。秦是统一中国的嘛，在岭南就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南海郡今天就是指海南这一部分啊，桂林郡就是今天的广西大部，这就是广西最早纳入中央的这个版图。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嘛，当时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就在桂林郡啊，所以这个广西简称桂啊，这就这么来的。我去了南宁哈，有一次朋友说哎，我说你喝没喝过那个擂茶？哎，我说没有啊。他说你不喜欢喝茶吗？说我带你喝擂茶去吧，我带我去了。这个擂茶呀，我还真是不是太了解，因为我们北方人就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华南六省都有分布，但是广西保留的呢是最为的这个传统啊。这个擂字啊有俩读音啊，我小时候没读对过啊。第一个读擂啊，一提手一擂就读擂啊，它主要是研磨啊打的意思啊。比如说自吹自擂，我小时候一直，我到前些日子还读自吹自擂呢。我们小时候都说自吹自擂啊，读三声啊，结果这字儿读二声啊，自吹自擂。如果说打擂啊，比武打擂，这就读四声了啊，记住了啊，这字儿读音不是擂就是擂，没有擂这个音。那么这擂茶呢，跟唐代的吃茶就非常接近了啊。我们讲过啊，我们的饮茶习惯一共有三种，唐以前是一种，宋改革以后是一种，元以后到明确立的是今天的这种饮茶习惯，三种饮茶习惯。唐代饮茶跟我们今天就距离太远了。我们先讲讲这擂茶的一个方式啊，它主要是春天到清明谷雨的时候呢，这两个时节采来的茶叶呢在茶锅里炒，炒的时候我们今天不管怎么做这茶绝对不能放油吧。我们今天对茶叶的概念说一招油这茶叶就不是茶叶了，可它就要放一点油，放上这个姜蒜以及泡好的茶叶，就这么稍炒一下，然后用锤子。为什么叫擂茶呢？就是用锤子把它锤融，锤好以后呢就加水熬开锅，不是沏茶，我们今天都是用热水沏茶，它就是熬开锅，放入了盐调味，然后用漏斗呢把这个茶水呢就分别滤在碗中，撒上，还有的撒上葱花香菜末，你像多少东西，配上事先用油半炸半炒的那种米花花生，比较硬的这种干果，然后上桌。上桌以后啊，他会给你一大碗，这么大一碗，我一下就感受到这个远古喝茶是这么一回事。我估计啊，唐代的茶还做不了这么复杂，就是里头佐料搁得太多。宋代喝茶是要去唐代的这种杂味儿。什么叫杂味儿呢？盐味儿算杂味儿，姜味儿啊，你香菜这肯定都算杂味儿嘛。所以讲究喝纯茶，就喝茶的自身的味道，这是宋代人。那么唐代呢，就等于是熬这菜粥。熬这菜粥啊，它有点什么感觉？我喝来着啊。我这人是有一好处，不管好喝赖喝，只要上桌子一定要把它吃完啊。吃东西都是这样，锻炼自己。这喝到最后呢，多少咂摸出点味儿来，因为它这里头油性太大，所以就感觉很腻。那朋友就问我说这怎么样啊？我说这东西啊，反正是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啊。大家有机会去广西的时候，一定要尝尝这个擂茶。尝擂茶，你才能感受到唐代之风。我们今天看唐代之风，都是上电影里看这个袒胸露臂的人，不是那光那个。你要尝尝这种古老的这个饮茶方式。说起广西，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巴马长寿之乡。巴马作为长寿之乡，可不是咱自个儿说的啊，是国际自然医学会他们宣布的。他说世界有五大长寿之乡啊，苏联的高加索地区高寒，高寒人就容易长寿啊。巴基斯坦的一个叫汉萨地区，厄瓜多尔有一个叫比尔卡巴班的一个地区，中国的新疆的南疆和广西的巴马，这五个地方呢
是世界五大长寿之乡，百岁老人的分布率最高是哪儿呢？就是巴马啊，说中国的人瑞的圣地，我去了，到处都是内地去的人，在那个溪水里蒯着就喝，有人还泡脚，这边泡着脚，那边蒯着就喝，那景象啊，我在趴在那桥上看半天，我说这人是真不讲究，为了长寿怎么都成啊。当然我们去的时候有人给我们介绍说有一些百岁老人见见去吧，我们特别愿意见，因为岁数到了我这岁数特别愿意见长寿的人，沾仙气儿去了。老先生啊也见怪不怪，因为天天都有这人嘛，就问他，就说您这个长寿秘诀是什么呀？大家都想知道点长寿秘诀。那老先生说那话听不懂，旁边有人给我翻译，说他说的是啊，吃又吃不饱，死又死不了，这长寿这就是秘诀，千万不能吃饱了，天天撑着的人一定不能长寿啊，就吃一个，过去说八分饱，我告诉你就吃一半饱，你感觉吃了八分饱一定就吃多了。那么广西给我们全国人民留下的最大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那美女啊，那电影刘三姐，当年在桂林拍的啊。一说桂林山水，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啊。那个山水以山清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获得甲天下的一个美誉。你到桂林去看啊，我去过，它那山陡，它那山跟我们北方的山啊不一样，它那山有一特征，它那山只能看不能爬，那山都是原地拔起来的，直冲云霄啊，不但是不是很高，据说有一个九马画山啊，我也没看过啊，说这九马画山呢，说你能看出九匹马的都是王侯将相，就是看你有没有这道行了。那么我去这个桂林旅游啊，那年我去的时候呢赶上水比较少，所以感受呢就不如水多的时候，我一定水多的时候要再去一次。你说这个刘三姐啊，现在的人大概没什么感受啊。我们小时候对刘三姐太有感受了，对刘三姐感受最强烈的一代人呢，是我们上面一代人，我爹他们那一代人。你想想，刚从战争年月一路打过来，进入新中国啊，生活刚安定下来，突然出现一刘三姐。这刘三姐长得什么样啊？现在有照片啊，长得太甜，特别甜。演刘三姐的这演员啊，黄晚秋出道的时候年龄呢才17岁啊，是迷倒了无数人，尤其那些从战争年月走过来的人，觉得这国家这么安定，有这样的美女通过大屏幕让你看。这个刘三姐这个长相，因为壮族人啊，壮族人就是广西啊，是壮族之乡嘛，就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啊，壮族，他长相跟汉族人差异性不是很大。那么刘三姐上映的时候呢，有多少人看呢？那让今天的这个所有的电影公司啊都羡慕，你今天是就断了念想，你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去看你的电影，至少几亿人，如果统计人数我觉得10亿以上，像我这样的人都看过不知多少遍啊。他有个数据，我们这么说你可能不信啊，他其实有个数据，就是当年刘三姐在香港放映的时候呢，跟好莱坞打擂台啊，打擂台啊，创造了连续放映数十天的记录，今天都无法突破这个票房记录。所以你们仔细想啊，香港有好多电影都借用刘三姐的这个旋律，比如《少林足球》。太极功夫正慢头嘞，惊天动地。成龙演的《A 计划》续集里都使用了刘三姐的这个音乐旋律。我也奇怪，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或者说现在的人很难感受那时候人的心境，因为从民国啊，革命一声枪响，1911年民国建立到1949年，38年间，中国基本上是内战和外战交替进行的，所以整个的国家的状态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一平定，
顿时这个生活的这个时光就变得美好。所以你们仔细想想，刚解放的时候啊，电影都是战争片为主啊，你看南征北战呐，什么地雷战呐，后来拍的地道战呐。到了50年代后期啊，60年代前期就开始出现了五朵金花呀、刘三姐呀、阿诗玛呀，哎，让我们就觉得耳目一新。所以这个刘三姐给人的印象深刻。壮族有唱山歌的传统啊，你们知道这壮族的山歌为什么叫山歌吗？没别的，就是因为山多，山挨着山，山和山近，站在这个山上唱，那边就能听见。它这个小山呢、啊、都很近，你到这个广西去啊，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开车沿途的时候经常看的山非常漂亮，两个山很近，所以呢它互相唱的时候身后还有山作为屏障呢，它那个混响效果特别好，它都是真唱。你看你到了这个陕西啊，山西它也有山，它就不叫山歌，它就叫民歌。为什么？那山太大，它不能作为一个背景啊。你比如陕西是原啊，原就是一个提土，一个原来的原，那个慢坡，所以尽管山很多，但是它不能作为背景，就不像这个广西的山歌啊。宋朝人有一个人叫周去飞，写了一本书叫《岭南代答》，这本书很有意思，有话高度就概括了广西三月三的一个民俗。他说上巳日就是三月，农历的三月三号啊，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这个很有意思啊，男女聚会它不是混杂的，叫各为行列，各站一边。所以你今天看那个电影里也是男的站一边女的站一边，对吧？你看那个刘三姐就是这样，以五色结为球，这个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绣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驰啊，就是唱歌的时候用手抛出去。这个绣球不叫绣球，绣球是个土名字，它当时名字叫飞驰，人家自个儿有一名字，听着有点像一汽车品牌啊。他说男女慕成啊，则女受驰而男婚已定。男女慕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眉来眼去啊，就眉来眼去，俩人看对了眼儿了啊。按照现在说，就俩人对上眼儿了，这女的呢就接了这个绣球，就定了这个婚啊。那么三月三的时候呢，最不能少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唱山歌啊。你看看这个广西的山歌和陕西的民歌对比啊，就非常清晰的看出地域的特征。广西的山歌就是个小清新啊，小情调，说的都特别含蓄不直接啊，它是跟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纠缠啊，这个让你逐渐进入它的那个语境啊。你比如刘三姐中的这个歌词啊，我们记得的就是说，三月鹧鸪满山游啊，四月江水到处流，这个采茶姑娘茶山走，茶歌飞向白云头。这就是大白话，说采茶姑娘茶山走。你看这个景，这是在电影中不停地体现出来的一些镜头啊。比如他山歌藤缠树啊，藤缠树，我们尽管我们今天不怎么提倡啊，就是这女的老缠着这男的意思不大，这藤是指女的，树是指男的，这是过去的文化。找对象叫趁早，别乱挑，就这意思啊。所以看现在啊，这个大龄男女很多，家长特别着急啊，就是过去有机会的时候啊，
犊子当收你不收，笋子当留你不留，绣球当剪你不剪，空留两手剪忧愁，就这意思。就是你在恋爱的时候，男女年轻的时候，考虑其他要少，考虑情感要多。那么陕西民歌就不是这意思了，陕西就是我的头啊像青天，什么小柯亲过我的脸，什么大雁听过我的歌，你听听，他这就是直接就吼出来了。那陕西民歌就粗放啊，你秦腔都是吼啊，你看那个词儿是吼。那我们的广西啊，这个四个字儿山清水秀，那我们的陕西呢，你看都是西啊，沧桑啊，茫茫大地啊，一闭上眼就能感觉出它文化的差异是由于地域造成的。广西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唱山歌啊，山歌的好处是互动性非常强，它都是以对歌的形式，男的唱，你看那个刘三姐中就特别多，它都是。这种比兴的方法很具文学性啊，文学，如果你是学文学的，老师一定告诉你比兴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啊小时候听这个山歌啊，都是从这个刘三姐电影里听的，很多歌呢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但是收音机还是很不错，收音机天天呢都是播送这些歌，这些歌呢就让当时的人耳熟能详，所以到今天我看偶尔打开电视的时候还能碰到刘三姐这种山歌反复的播放，对于那一代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忆。那么三月三呢，就是他不光是唱山歌啊，这个他肯定是不能少这个环节，但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叫祭祖，他分得很清楚，上午祭祖下午唱歌啊，按照当地人的话就叫赶歌墟啊，有的地方还有点各种小节日，比如泼水节啊，不光是这个云南有啊，桐花节呀、啊、抢花炮等等，它非常热闹。祭祖啊，是我们古老民族，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凡是古老民族都有祭祖的这种习俗。广西就是三月三开始祭祖。广西现在留有一些痕迹，比如广西宁宁县啊，那个花山岩画上呢，所展现的就是当时落月人崇拜的这种图腾。它这个图腾很有意思，崇拜水，崇拜蛙，青蛙。为什么崇拜青蛙呢？是因为啊，青蛙多子，汉人也喜欢这个多子的东西。我讲过石榴、青蛙，这都是喜欢的。那么它的图腾是什么样呢？是做蛙状啊，蛙状是什么样？是这样，看看啊，这样蛙状啊，蛙状这样，手要张开啊，蛙状，不是趴地上啊，你别我一说蛙状你就趴地上了啊。腿呢要弯曲啊，不是直的，你看那青蛙也不是直的，弯曲做一蛙状，这是这个古越人啊，尤其落月人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在广西的岩画上出现是最多的，今天还到处沿用。你看地域文化的这个特征中的这个比较啊，你要学会这个比较。你比如他说鹧鸪，鹧鸪鸟啊本身就胆小啊，个儿不大，这么大，我在南方碰见过多次，颜色呢很花，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小清新。你看那个大雁啊，翅膀一张那么老大，当它北飞南飞的时候，排成人字或者一字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雄壮的一个场面。大雁和鹧鸪比较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大一小，一放一收，它确实有很多不同。这些文化它悄默声的就隐藏在这个当地的文化之中了。三月三是壮族的一个这个传统节日啊，它不仅仅是壮族的，也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还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比如侗族啊、瑶族啊，也是他们的传统节日。
这个节日对他们来说不亚于春节，甚至比春节更为热闹。那我们其他省份的人，尤其北方人，可能感受不到这些，所以你就应该在3月3的时候啊，比如今年你要来不及了，你明年啊，明年来不及了，还有后年，你就要定一个计划去广西去看看，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的一个热烈的。观复秀啊，我们看看啊，这是一个木头的盒子，我们要打开给大家看看。盒盖，这个盒子很浅，其实放不了什么东西。它的好处是呢，它装饰性很强，它是一木整挖的，它是用一块木头炫出来的，非常费木头。这什么木头呢？就是你们今天津津乐道的黄花梨，俗称越南黄花梨，只有他们舍得这么炫呐，把里头全炫飞了。炫完了，挖成这样镂空状，这是一个这么粗的越南黄花梨炫出来的一个圆盒。只不过啊，它不里头不讲究。为什么我知道它是越南的呢？是因为它里头不大在意。内地做的这个黄花梨盒里头都打磨得很好，你看它里头全是很清晰的炫痕，它不在乎，所以它就做成这样，外面打磨得很好。这件东西的年份呢，大约是清代早期的，它底下的这个托呢，在清代时期很多瓷器上流行。这是一个很极特殊的造型，这个造型对于内地的工匠来说舍不得，舍不得这么做，他舍不得用这么大一块木头把它镂空成如此状态，他觉得太浪费。可当地的人就不在意。为什么不在意呢？因为木头是他们的。我去过越南啊，越南的现在还有的大黄花梨树，最粗的直径得有1米多，现在还有，但是不让砍了啊，已经被砍得差不多了。过去广西也有这种树啊，只不过它就现在越来越偏南，因为我们很喜欢这种硬木啊，就被砍了以后做家具。它的特征呢并不明显，如果我们单独的看，它上面就是个圆盒，底下就是一个托，只不过上面有个超大的钮，这个钮这个从比例上讲跟这个盒子的比例太大，汉族人如果做这个钮呢会做的比较小比较收敛。这是我当年是在越南去买的。今天广西呢红木业也非常发达，它跟越南接壤啊，有很多红木市场，有卖木头的，也有卖家具的。如果有机会去的时候，你会感到很震惊。它有很多家具啊，那个腿做的特别粗，我见过那个沙发的腿做这么粗，整根的木头啊，让我们来看非常浪费，非常心疼。当地人就觉得只有这种粗料才让你感觉有价值感。我们今天啊提倡环保了，这个树尽可能的不砍，木头尽可能的用速生树啊，这种树长得太慢啊，100年才能长这么粗。这样一个盒子对我们普通人看说没什么，不就是一个圆盒吗？但是对于行家来看呢，觉得这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底下镂空，塑料塑得非常紧，上面的空间非常大，你看盖很深，盘很浅。这个东西在300年前呢，就是广西和越南独有的。